大家好，这里是中国制造直播。那这会儿我刚到家，玛丽莎她非要试一下我的这个力量。来 baby， come on baby， Yeah， who is the boss？ Who is the boss？ Yeah， yeah， no squat。 Yes， yes。Mission complete.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制造肌肉哥。那肌肉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就是如何交到一个外国女朋友。那相信如果大家玩自媒体的就可以看自媒体最近有很多这种中国男孩和外国女孩在一起交往的例子，好吗？那在很久之前有很多人说这些中国女孩嫁外国男孩怎么的，那今天我就帮国内的兄弟们科普一下咱们中国男孩实力也不差，那是不是可以跟西方的男孩在同平台上去竞争女孩子？那首先我要这里说明的一点呢，肌肉哥在视频里说的这个中国男孩叫外国女孩，主要是指英联邦国家地区，好吗？就是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地区。那当然了，在我们国家海纳百川，也有来自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的，包括说俄语的，说德语的。那其实肌肉哥在新西兰生活这么久，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尤其是欧洲人，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其实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都大，不光是中国人外国人，明白吗？外国人分很多种文化地区。那我今天主要讲的呢是说这种说英语为母语的地区。那首先呢，我们如果想交一个这个说英语为母语的地区，我们要比较了解这边女孩的几个特质，好不好？那首先呢，相对于亚洲女孩来说，英语地区的女孩她们这个确实在情感方面要比我们中国女孩要更独立一些。她这个独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应该不难理解，先打个比方，像新西兰新西兰的第一任，就世界第一任女总理就是我们新西兰，好吗？就是包括像德国，她也有像默克，她也是她的这个女首相，对吧？所以说他对男性的这种依赖性就是没有我们中国女孩那么强，也就是说从另外一方面讲，他不会觉得所有事情都应该是你男人去提供，去男人去承担所以说他也不会认为你男人付出所有都是那种天经地义的，你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去天经地义去付出一切。而往往在某种意义上讲，你男孩如果想通过金钱去诱导女生，在这些英联邦国家地区的女朋友，他会认为你是一种比较软弱的行为，明白吗？因为只有软弱的人才会用钱去买别人的认可，这是一种软弱。他们其实更喜欢的是那种参与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两人在一起一起去办一个 party 招待朋友，就是说这种参与性的东西，就是英联邦国家地区的女孩会比较喜欢。那大家在一起从事事情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比如说就像肌肉哥前段时间在我的视频里面做的一样，和玛丽莎我们俩一起去三亚去旅游等等，这都是一种参与感还有些，当我们了解了，就是他们不一样的，最主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说，下面我就想说一说，和外国女孩相处，如果我们不需要，就是说，不是说像不停的糖衣包炭的轰炸，那我们到底应该为自己准备点啥？那首先第一点，其实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让自己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明白吗？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国外女孩在选择男人的时候都会选择一点幽默感。那这个幽默感到底是什么？其实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首先第一点，你要有自信，对吧？就是你要满足于自己哪怕即使我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这种自信不是自大，就是你要对自己现在所处的状态是处于一个积极并且开心的状态，明白吗？不是那种一天到晚抱怨一天到晚恨社会那这种是绝对不会得到女孩认可的第二个就是
你要有自己的生活和爱好，就是你一定就是说除了工作生活就是工作谈恋爱以外，你要有自己的爱好。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相信大家看欧美剧的话，都会发现在国外有各种形形色色的这种club， 就是兴趣组，对吧，那种交流组。那这种兴趣组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就是男人一定是要有自己爱好。那像肌肉哥的爱好就是健身玩摩托，那我在新西兰的时候，我就会不停地和骑摩托车的小伙伴们出去消磨时间，然后健身房里挥洒热血，对吧。第三个就是你要一定要有自己的优质的社交群体。这个优质的社交群体是什么样呢？就是你们的社交群体相对来说比较积极，不是那种一群失败者的俱乐部，就天天抱怨社会憎恨女人，绝对不是这种样子的。那在西方尤其更为明显，因为西方男女之间的斗争可能比国内男女斗争，他也斗，但是斗的方法可能不一样，往往可能更激烈。所以说哥不希望你们走入到就是说那种仇恨到那种女性团体的那种圈圈当中。所以说一个优质的社交群体一定是对这个周围的环境，对周围的人充满这种积极的就是喜爱爱的这种感觉。那最后一点就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身体一定要健康。那作为如果大家看动物界择偶的话，那雄性一定要有雄性的这种特质，就是健壮。这个健壮不一定就是说你要练得跟施瓦辛格一样的，但是至少我觉得你的身高的数值不能小于你体重的数值，这是一个最起码的，明白吗？打个比方就是你身高1.8米，你不能体重来个200斤，对吧？或者就是说也不是这么说，其实最主要因为我健身，身高1.8米，体重200斤，健得很酷的也有反正就是你要经常保持适当的去运动吧，就是你不一定非要就是说搞得跟健美运动员一样，但是你至少就是长时间的行走跑步，就是你运动应该都不会影响到，不会因为你的身形所限制。那这样的话，我相信其实即使在你出了国以后，你一定会得到很多女孩青睐的。那最后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任何一段感情其实未必一定能做到天长地久，就像我跟我女朋友我们现在在一起，我们很开心，但是没有人会知道大家是不是能长相厮守一辈子。但是我们一定要尽量去做到，就是在彼此交往的过程中以诚相待，就是说不管是你交往到任何女性，肌肉哥都希望大家能保持对女性的尊重态度。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话题。 Peace。